说白了，没看见你们除跳舞啊和唱歌之外，其他喜剧方面的才能。艺术上，人家三个人表演的这也很完整，没毛病。我个人建议啊，咱仨人也别表态了啊，我们就只当他们来展演了，咱别费了劲，咱们仨就跟他们仨只当交朋友了，好不好？就听你的吧。哎，我同意，同意是吧？对。那得嘞，那我们所有的现场朋友们，咱们用掌声谢谢三位小伙子，你们特别的棒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老师，谢老师，谢老师。